真教会的事。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常常这样讲啊，我们是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那我们这样讲，是不是代表我们都完全了？没有。啊，就是真教会的定义，我们要先弄清楚，什么叫真教会？真就是真的，属于真神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在跟彼得讲话的时候说：“啊，我的教会啊，主耶稣跟彼得讲，我把那个天国的钥匙给你哈。啊，那么教会就是我，就耶稣的教会，是真的属于耶稣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那么这个定义啊，要先弄清楚。很多人说我是教务，所以我代表教会没有错，那是行政地上的啊一个团体的时候啊，你可以对外发表你代表教会去做什么事啊，但是你代表教会并不等于教会是你的，这样有没有差别？啊，简直是有没有差别？哎，出来讲话的时候找不到人啊，只是出来代表启顶教会讲话啊，启顶教会是不是属于简直是的？是不是？不是啦，他只是代表，哎，知道吧？代表跟属于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就像我萧传道代表我家出来讲话，但我家是属于我的吗？不是。是属于耶稣的，啊，那我家的孩子啊，也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耶稣的。为什么这样讲？等到我死了以后，我的家是谁的？耶稣的还是耶稣的？这样讲就对了哈，因为耶稣不会死嘛。所以我们的神哦，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都会死啊，我们也会死，那神的教会一代一代的下去都属耶稣的。所以耶稣说我的教会，只有耶稣可以这样讲啊，任何人不能说我代表耶稣啊，这样你只是代表弟兄姐妹去做服事的工作。所以教会不是属哪一个人的。所以你看社会上很多的教会说，哎呀，我是某一个人的教会啊，很多西方的教会都说，哎呀，我是什么某一个教派的那领导人的教会，那都不对啊，教会不属哪一个人。所以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教会谁创造这个教会的啊，这个教会是谁设立的，那么这个教会就属于他的，然后他一代一代，他第一代，然后传给他的第二代，传给他儿子，啊，儿子传给孙子，啊，一直传下去，教会都是他的，他家的，啊，收的钱都是他家的，这种教会你不要进去，你知道吧？因为属于他家的，啊，好，我们讲一个一句话哈，我们有一个广告，对不对？哎，你看我们那个外面有这个全家有没有？全家你们常去吗？他说。你家就是我家，哦啊，是不是？啊，全家都是我家，啊，你去了，要不要付钱？啊，你到全家去买东西要不要钱？哎，全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全家，这样对不对？看是什么家，哎，不一样。你去没有付钱，他马上报警了，虽然叫做全家，还不是你家，哎，知道吧？啊，你不能说，哎呦。我认为是就好了，哎，全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全家，哎，你去试看看，你没付钱，他马上就找你麻烦了，啊，那个是口号，哎，口号不是真的，啊，很多人说，哎，我是属耶稣的，啊，耶稣也是属我的，结果都要叫耶稣听他的，是吧？那耶稣不听他的，他就骂耶稣，耶稣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哎，我叫你干什么？我叫你要，我禁食祷告39天了，你就应该听，耶稣不理他。哦，一直在指挥耶稣，耶稣变成什么？你家的奴仆，哎，知道吗？
耶稣才不干呢，你以为你是谁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哦、把耶稣当作那个啊宠物，知道吗？我很爱耶稣，保护，知道吧？耶稣又不是宠物、哦、我很爱耶稣。这样 我以前看过一个报纸、哦、这个老掉牙的东西，有一只猴子、啊、今天中午好像也有、哦啊啊、那有一只猴子它抱到一只小鸡，是吧？看起来又不像它，然后很爱那只小鸡，然后每天就抱着它睡觉啊，鸡到晚上都想睡觉，眼睛睁不开，他还是抱着他，他想去喝水也不给他走。我爱你，一直摸他的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样一直，那个猴子一直摸那一只鸡，那只小鸡这么小，哦，要去吃不给他吃，我爱你，哦，睡觉不给你睡觉，我爱你，抱着他啊，白天晚上都没有离开他。你知道后来那只小鸡怎样？鸡鸡了。知道吗？毛都长不起来，饿死了，被那只猴子饿死了。所以爱之是足以害之，很多人爱耶稣把耶稣害死了，知道吗？当然那个是假的，没有关系、哎、耶稣不是那样的，耶稣绝对不会说啊，你爱他，然后你要一直指挥耶稣，耶稣要这样，然后你说不可以，耶稣要那样，你说不可以，那个是耶稣吗？那不是耶稣哦，所以差别我们就给他体会。很多人说爱耶稣，事实上他走咒诅呀，跟耶稣所讲的话都是两回事、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先看看我的讲义里面讲主的真教会、哦哎、那主的教会、啊、就是马太福音16:18，耶稣说是属于我的，就是属于耶稣的。那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属于耶稣的教会啊，它有一些特色。当然，我这里整理了一些哈，给大家做参考。啊，第一个呢，你看主的真教会是神圣灵从同在地上属灵的会幕啊，神的殿哈，在地上啊，神的殿啊，地上神的殿要有神的灵同在。所以，一个教会虽然说是属于真教会，一定要有圣灵同在。那么，这个圣灵是降在人身上，你会受感说话啊，受感说话啊，是旧约的称呼。像撒摩耳那个时代，他们得圣灵的人受感说话啊，说出灵言，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大卫也是一样，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受感说话，跟我们现在是一样，只是人数比较少而已。啊、那新约一样、啊、也是受感，受圣灵感动说话。这个代表你是列在先知里面的一份子啊，所以有圣灵的人，他在神的眼中，他就是奉差遣要传福音的啊，要建设教会，要传达神的旨意。所以受圣灵，按照以赛亚书61，就是奉差遣，耶和华用高高你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圣工人员一定要有圣灵，就这个道理啊，不是说怎样怎样。那还有一些人就误会啊，像有的人说哎，我还没有受洗，为什么我不能参加诗班？你还没有受洗，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你在神的面前，你的身份上还没有被肯定，所以啊，正式的诗班不能列入。那联谊性质，大家来啊，这样啊，这个唱唱歌啊，什么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正式诗班你就是不可以啊。有的人为了这个这样一直吵吵闹闹，哎呀，你们教会歧视我啦，哎，怎样我不舒服啦？不舒服也是一回事嘛。那你把手续办好，该受洗的就受洗，那问题就办好了嘛。啊，不办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单亲啊，父母亲有一个反对。那你就忍耐嘛，忍耐长大一点就好了嘛。所以这个中间是有差别的啊，不要说哎呀，教会怎么可以歧视人家哦，那个是颠倒讲，知道吗？哦，就像我们讲一个道理哈、哦，你有台湾护照啊、哦，我们中华民国的护照跟没有中华民国照有什么差别？你拿居留证、暂时的观光的台湾的观光的护照有没有差别？
当然有差别嘛。时间到了你就要离开，哎，不公平不公平，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护照嘛。这一样的道理，主耶稣的道理很简单啊，但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硬要说，哎，我已经来教会聚会了，我就是教会的信徒。来教会聚会是聚会哦，还不是真正的信徒啊。啊，我们有时候对慕道者的定义也要弄对哦，他真的来慕道的，来祈求道理、查考道理，那才叫慕道者。如果只是来偶尔一两次来听一听，那个叫做来听道理的人，还不算真的慕道。如果他的心没有在这里，只是看一看，那不算。啊，以前我遇过有一个人，他哦到处去访问啊，信耶稣也好，没信也好，访问回来以后，他抄了一大堆名单，说这些都是慕道者。有一天我去看查来，哇，一大叠，好几百人，结果都不是啊。是你到人家家里把人家的住址抄一抄，然后就列入慕道者啊？对，他有没有慕道？没有啊。后来我全部丢了，不要，要你自己来，否则就不算慕道者。是你去抄人家的住址，然后回来说慕道者很好看，那不是，那没有慕道，那只是去抄人家的住址。那你这样的话很简单嘛？你在户政机关抄一大堆下来弄慕道者啊？你们要看干单对吧？这样很快哈。骗人的，这个不要这样做，不对就不对，没有真的慕道不算慕道，他只是来看一看，所以这个差别哦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哎，来过教会一次就叫慕道者，看一看他没有慕道，他不想信耶稣，你怎么可以叫他慕道者？慕道者是真的切慕这个道理来查考啊，他已经要信了，只是还没有受洗，那个叫慕道者。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不叫慕道者。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东西弄错了啊，比如说。啊，你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恋爱的时候啊，希望他来我们教会慕道，结果他都没有心，他只是陪你来听一听，那叫慕道吗？做不到，是不是慕道？没有啦，他只是来看一看陪你而已。啊，陪的这个不叫，那个叫陪伴者，那个不叫慕道者。所以不要以为说要有来的坐在那边就算慕道，不能这样讲。我们是尊敬他而已，事实上那个不算哈、哦。那个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啊，还是有差别的哈、哦。这不是歧视，而是说事实上，我们要把啊这个真正的定义啊弄清楚哈、哦。那再过来讲到这个神的殿哦，在新约时代，神的殿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这里讲的神的殿是不是光指这个教堂？是，但不是全部。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说，耶稣说他这里讲基督带领我们进入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天堂。那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什么意思？大家弄清楚。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天堂就在你身上，不在别人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有每个人都有两个身体、哦、来，每一个人都有，不管你信耶稣也好没信耶稣都一样，这个就是圣经的奥秘，历代隐藏的奥秘。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先看十五章来看，把这个圣所的定义弄清楚以后，那教会的定义就清楚了，你就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表象、啊、表面的现象、啊、然后在那边讨论了、啊、老半天，结果真正该讲的没讲到，因为你对定义出了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来，我这里讲一下哈，来看一下十五章，十五章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十五章啊，我们看那个四十二节，我们看四十二节啊，四十二节一直到四十五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好，叫人活的灵就是圣灵。所以这里讲到灵性的身体跟血气的身体。好，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没有血气的身体的请举手。没有血气的身体怎么都不举手啊？因为你们有啊，对不对啊？有的举手。有，对，感谢神。如果说没有，那你这个人很奇怪，你怎么会坐在这边这个血气的身体什么叫做教会？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请问耶稣是不是圣灵？是不是？那耶稣的灵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上是不是耶稣的身体？是不是啊？很多人弄老半天都听不懂。是，不要怀疑。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上是不是有基督的灵？是。所以你这个人是不是教会啊？很多人不怀疑呢。不是啦，教会就是那个有负责人，那个才叫教会。旗顶这个才叫教会啊。你不是教会？你自己的身体不是教会吗？很多人不知道，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不是负责人啊，我不是。真正的教会就是你的身体呢。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定义弄清楚，后面的问题就解决了。否则的话，讲不通了，你知道不？我们来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好，我们看第二章，我们先看那个十五节，先看十五节啊，十五节啊到十八节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到十八，来，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草，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耶稣自己的身体，请问耶稣的身体是不是圣殿？是啊，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了，然后呢，死，命舍了，然后第三天复活。那耶稣的牺牲是怎么样？两下合为一体，就是基督的肉身复活以后变成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跟神合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一体。那么在神的面前就是跟神永远同在。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的后面最后一节，你看那个二十一节，你看二十一节说，各方靠他，就是耶稣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你们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也靠他就是耶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居住的所在是不是每一个人？是吧？对吧？要回应一下，是哈？不是的话你就不懂了。那耶稣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圣殿。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怎么说，我们把每一个人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的定力弄清楚以后，教会的定力就清楚了。不是一个团体哦，团体是没有错，但是基本的元素就是每一个人。这个观念没有弄清楚，你就一直在那边东找西找，何必去找啊？你就是你自己。来，我们来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二十一节，第二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好，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血肉的身体，圣灵降在你的身上，请问你的身体是不是圣殿？是，不要怀疑。所以哥林多书也是这样讲，所以你的身体是圣殿，请问你的身体是不是教会？是，不要怀疑啊！很多人一直把自己觉得我不是啊，这么多人合在一起，有负责人代表教会啊，哇，这个教会，那常常说，哎呀，教会没爱心，你不是在骂自己吗？你有没有爱心？有没有？没有，教会没有爱心，那你自己不是教会？没有，那不是他。自己不是教会，我的心啊，教会没有奉献，你家己没有奉献，然后一直叫教会没奉献，啊，你有没有奉献？没有，十分之一也没有，百分之一也没有，千分之一也没有，然后就说教会没奉献，啊，你有没有奉献？没有，啊，教会没有传福音，啊，你有没有去传？自己都没有出去了，然后怪别人，啊，你为什么不出去？啊，教会没有访问，啊，你天天在家里还等人家访问，那你为什么不出去？我家己吼搞不清楚自己的，自己就是教会，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100个，就是100个教会呢，对不对？各位各众教会有没有？我在文字里哇，太久太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教会，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合为一体，是这样的意思吗？因为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基督的圣灵里面的啊。哦，那么这个叫做真教会了，这样知道意思吧？所以圣灵在你身上有多重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啊，如果你受的不是圣灵，是不好的灵，请问你是不是教会的一份子？是不是真教会的一份子？不是，你就是假基督、假先知的教会，不一样了。这中间的差别就差一点点，看起来一样。好，再过来。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讲：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好，请问你带着血肉之体，你是教会没有错，你也是圣殿。请问以弗所书说，这个圣殿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可见你带着肉体的时候，你这个圣殿盖好了没有？盖好了没有？啊？简直是你盖好了吗？啊，对，还没有盖好嘛，差什么？差屋顶，对不对？那我也一样啊，我还活着的时候盖好了没有？还没有。就说你死的时候还不算盖好哦，要等主耶稣来的时候，再临的时候，你血气的身体变成灵性的身体，发光啊，跟主见面，那个才是完美了。否则你带着肉体，就算你死了都还不够完美，知道吗？还要主耶稣的能力护庇你，你才可以被迎接到天上，成为天上的圣殿，天上的圣所，跟神合为一体，这个才是完美。只要你带着肉身都不完美。所以你看到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区啊啊，旗顶教会负责人啊，各弟兄姊妹，有不完美的，正常，知道吗？换你去当负责人不一定比他好到哪里去，知道吧？对不对？啊，是不是？各位负责人，对吧？笑一笑哈，真的，就像我当传道，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哦。有的传，有人说笑传道笑笑讲那个什么话啊？啊，事实上我就讲真话嘛，啊，就是不完美嘛。如果我完美，我不会站在这里了啦，对不对？我就不见了，知道吗？我马上不见哦，哇，太好了！我现在还在这边，还要喝水，还要多力多辛苦啊，对。那也中午还要睡觉，我不要睡了，对。那这个就是差，所以只要带着肉体的人啊，你不要看别人的不完美啊。有的人哦，去教会聚会，看到别人哦啊不听他的话啊，或者怎样的时候啊，讲话跟他刚好不合他的意，哎，教会都不了解我。那你自己不是教会啊，那你了解人家多少？所以，哦，不要一直要求别人要对你多好。那你有没有去付出？你有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啊，这个是互补的，今生今世就是给你去
施比受更有福，你会什么你就去帮人家什么，而不是一直要教别人给你什么，知道吗？这中间差很多。你能够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不要也不要去妨害别人、哦、那帮助人呢，可以帮就帮，不能帮就不要勉强帮，那么这样你的爱心做出去，这就称为你的义、这个累积累积到最后，你的善到神的面前就满足了神的心意，这才是真教会。所以很多人、哦、说骂我们真耶稣教会啊，说你们的教会的道理啊是真的啊，信徒都是假的。我说对，正确。啊，反过来，你们的教会都是假的，信徒也没有真到哪里去。啊，为什么这样讲？很多都会表面嘛，做表面很客气啊，这个啊，来到教堂哈、哦，服装穿得整整齐齐啊。遇过有一间教会在澳洲，我女儿住的那个前面某一间教会，你知道他们聚会的时候啊。真的啊，从表面看啊，我们输他、啊、每个人来聚会西装笔挺整整齐齐的啊，然后我看了真的我们输他，每一个人穿的都是最整齐的服装来聚会，知道吧？最漂亮的服装来聚会，都是看起来很高贵的，开的车都是最好的车，在教会门口下来绅士型的，哇，哎呦，像我们真耶稣教会什么时候这么真哈、啊啊、哎，每个人都西装啊，姐妹都穿着戴着头纱，戴着很漂亮，这样来聚会啊，不会穿拖鞋的，哎，都知道吧，看起来就很有水准的这样啊，在人来看很统一很标准啊，问题你的内容呢？所以不要光只看表面啊，对吧？他说这个教会不是看表面的，好像俱乐部一样，不是这样啊，在你的内在的真理对不对啊？人都是不完美，如果他们用服装的仪容做得这样，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啦，哦，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服装不怎么在意，那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太离谱也不对，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那么再看看，我们看到我们真教会是预言啊，应验先知预言成就的教会啊。先知有预言神的真教会要出现，那神的教会圣经的预言旧约讲到使徒时代的教会要怎样怎样，好像耶俄先知讲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啊，要说预言做异梦做异象，神迹其实很多、啊、那么耶俄书的预言就应验在使徒时代，同样也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一个教会里面的现象在旧约里面有，在新约一定有。好像主耶稣他也讲啊，先知以赛亚书35章有讲啊，这个瞎子啊啊，这个耳聋的啊，他们得到医治。那耶稣也是讲啊，以赛亚书所讲先知书所讲指的我的话都要应验在谁身上？在耶稣身上。那耶稣的话也要应验在使徒的身上，那使徒教会的事也应验在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那有的时候怎么我没有体会到？很简单啊，因为你不太符合啊神的标准，所以你体会不到。不是主耶稣不跟你同在，是你不配被耶稣跟天使跟你同在，这差这样。这个要检讨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软弱啊，一直批评啊，一直骂来骂去，那有什么意义、哦、曾经有一个人问我，萧传道啊，哎，这个世界几十亿的人，难道只有真耶稣教会才是得救的教会吗？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因为找到真耶稣教会所以我来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第二间跟真教会的道理符合使徒行传的这种教会，还没有。如果你有你告诉我啊。那个弟兄我叫你讲啊，你在哪，你说哪里，结果他讲的是某一个教会，因为他们跑到那边去觉得好属灵哦、啊、祷告的时候他们不会奉主耶稣圣名，他们主啊呼啊Amen, Amen, 安尼啦，
我就知道是什么教会了，都不要撕破脸。后来他们跑到那边去，现在又散掉又离开了。你以前不是觉得不错吗？现在怎么又跑掉了？为什么 Amen 对吧？都不奉耶稣的名，聚会也没有程序，男女混坐，讲道也没有固定谁来讲，谁感动就上来讲，等一下就坐下来，等一下另外一个上来，哇，这个好像在办办家家酒啊，青青菜菜啊，知道吧？谁感动就上来，谁感动就下去，结果那个比较会讲的人永远在讲，那不会讲的就在低头，这个不对，没有次序，所以次序很重要，按着次序行，这个圣经写的。所以我们讲这个给大家体会一下，不要只看那个表象，要看那个里面有没有符合使徒跟耶稣的教训。来，我们继续看，那再过来呢，神是选召门徒，门徒是主耶稣去选召他，那门徒又去选召门徒，请问这个选是谁在选？是神，我们只是做神要叫我们去做的而已，不是我们真的很会找慕道者来信耶稣，不是，是神感动这些慕道者来信耶稣的。这个我们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机会传给他，他愿意接受，是圣灵感动他来信的，不是你去传给他，你有办法叫他信，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不都就我的哦，那是我的慕道者，什么你的慕道者，只是你去像邮差拿个信给他，然后他愿意来而已，你以为是你的吗？都是耶稣的，不是你的。所以你做完一顿工的时候，你就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就这样就好了，不要把慕道者抓得紧紧的，这我的这我的，有一天你死了是谁的？我问你哈，很多带领我们的慕道者 的信徒，后来我们信主了，他有一天会不会死？带领我们会不会死？死了你，请问你是谁的？还是耶稣的嘛，不是他的嘛，他只是这个过程而已，所以不要把人看得太重，这一点的话你会产生错误的思想，譬如说曾经有一个人，他们来到我们教会慕道，后来得圣灵了，受洗的时候他观念就有错误了，他说我一定要请什么长老来帮我洗礼，请问这样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你那教会安排谁就谁，没有关系。结果那个时候他们为了讨好那一个牧师，哇，就真的是找谁去跟他洗礼，后来他回到他的国家没多久就离开了，离开我们真耶稣教会了，那个心态不对嘛，他认为哇，这个人是教会的老大啊，他帮我洗礼的我才比较有功效，那其他人洗礼就没功效，哪有这回事，那个观念就不对，像这种人就不要跟他洗，对不对？给他再查考一阵子再说，所以当时妥协了，你看后来离开了不好，还去多设另外一间教会，他不叫耶稣的真耶稣教会，不是真耶稣教，就改成另外一个名称，后来也散掉了，因为他也自我为中心，不是耶稣为中心，这个都是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家真跟假要看他的心态，而不是说看表面上好像真的一样。那再过来呢，主差遣使徒，你看使徒是主耶稣拣选然后差派出去。好，我现在讲一个问题，主耶稣拣选十二门徒的时候，十二门徒有没有圣灵？没有，但是耶稣在，所以耶稣直接差，没有问题。后来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才得圣灵，但是这十二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犹大，后来卖耶稣，请问犹大出去传福音，主耶稣叫他出去传福音，有没有医病赶鬼？有没有按耶稣的话讲？都有，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后来不对。所以使徒的犹大来说，道理对不对？他讲的道理对不对？对啊，他也跟人家施洗，使徒都有跟人家施洗，耶稣的时候就有，耶稣叫他们去跟人家施洗，那他们施洗有没有效？都有效。后来犯罪是犹大自己的犯罪，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混在一起。你看他讲的都对，但是他的行为不对，是他个人的事，不是耶稣的教会的十二门徒的错，不是这样，知道吗？
不是耶稣的道理错，是犹大不守道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缺点，是这个弟兄姐妹错，而不是整个教会错。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讲。所以每个教会也好，每个宗教团体都有那个不好行为不好的人，都有。所以你从这个行为上去批判人家都不对，知道吗？他的善你要去肯定，你不要马上去否定人家。比如说人家拿钱来帮助你，他没有信耶稣，他来帮助你，你不能说那个不是真耶稣教，我不要。那你很穷的时候，人家帮你要不要拿？如果给你奖学金，要不要拿？感谢神，不要客气，尽量拿，能拿就拿，这神安排。但是你要谢谢他的善啊，求神纪念他，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不要被那个这个表面上这样弄，分得很清楚，这样不对。我们也要在这个机会表现得更好，我们是真耶稣教的信徒，为什么还要人家来救济你？你自己是不是有不努力的地方？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不互相帮忙？这都有很多检讨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自己都很懒惰，只希望别人来帮你忙，那这样就不对了，所以这个要做正经事业，那这样才能够荣耀神的名。现在有的弟兄姐妹就是行为很差，我遇过人家骂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一次去传福音发传单，他看到我们真教就骂，什么真耶稣教会，我请问你，你为什么说我们怎样怎样？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你是真耶稣教会的，对啊。他说你们真耶稣教会某某人你认识吗？我不认识。他说你们教会那个姐妹勾引了我的先生，跟我离婚了，跑掉了，我很气真耶稣教会。请问这个姐妹这样对不对？我们真耶稣教姐妹这样去勾引人家对不对？不对。然后说对不起，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不守道理的弟兄姐妹相信神会有一个处置的对不起求神赦免我们要跟人家不能说我们真耶稣教都是完美的，都是很好的，不是，人家已经遇到这种事，那我们真耶稣教的弟兄姐妹这个这种行为，你说叫你要怎么信我们真耶稣教会，对不对？这就影响了我们教会的名誉了。所以你个人的行为不要，或者你就从头到尾不要表明你是真耶稣教会的，都不吭声，知道吗？死了也没关系那就不要把耶稣的名字拿出来把真耶稣教会的名字拿出来，你要真，你就要做一个真的人，而不要做那个假的。人家说你真耶稣教会，假真耶稣教会，你看勾引人家借钱不还，对不对？诈骗人家还有抢人家设计害人家，把人家的土地变成你家的，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我也遇过啊。那这样的话，你是真耶稣教的信徒，结果你做这种事，有一个慕道者，后来他来信我们教会了。有一天他到某一间教会去，看到那一个人，气得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负责人后来当执事，以前他联合外面的人诈骗某一个人的财产。因阿公喝几杯酒签字财产变他的，你说这个儿孙虽然后来听到真耶稣教会了解他是我们教会的，你说那个心怎么样？很痛，是吧？阿公跟我讲，我就说感谢神啊，主耶稣救你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要原谅那一个人。那一个人看到他脸都跑掉，为什么？还是教会的负责人，还当执事去诈骗没有信主的人，后来他来信主，他的子孙来信主，你说你怎么样荣耀神呢？还好意思当执事，早就应该辞掉了，这种还在呢，感谢主还没有死是吧？所以我看我神是要等他悔改，但是我不能讲名字。所以遇到这种事我们怎么讲？安抚他对不起我们教会没有管好，我们就这样讲。当然后来他也释怀了感谢神，我不会再意他。你看就有这种
主耶稣这样拣选过来，所以不要你小看你真耶稣教的信徒，你的小小的坏行为会害了很多人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我讲这个不客气讲了哈，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真耶稣教都啊这个外面乡民跟好都包装得很漂亮，包装漂亮没有用，错就是错，就要认错，是吧？那接下来讲啊，设立长老执事，这教会的管理，这是没错。所以长老执事不能随便设立，哦，不要为了钱设立啊，谁接待你比较好，你就把他设了，不可以，按照规矩来办哈。那么再过来呢，为人施行敬礼赦罪，说教会要跟人家施洗啊，弟兄姐妹啊，要奉主的名哈，负责人啊、传道啊，就帮人家施洗，那个方法都教会就做这个事啊，所以施洗不能乱洗。再过来举办圣餐也是一样，这是使徒教会两件很重要的事啊。那有的基督教会就比较随便了，他没有按照圣经。再过来颁布这个道德律法，就像使徒不是有四条吗？刚才早上也有，昨天也有讲哈。那个事实上不是只有四条啦，昨天啊，我分了那么多条给大家看哈，差不多40几条啊。那你看，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啊，这个使徒的教训法规只有四条，那是从道德律十诫里面浓缩起来最简单的啊，给大家去体会而已啊，并不是只有那四条啊，十诫还是要守啊。还有良心的问题，这都要做哦。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啊、去体会呀、啊。再过来呢，聚会的是要本着圣经宣讲。哎，这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重要。所以我们真教会就按着圣经新旧约的真理去讲，不是按着我认为我喜欢不喜欢，不是这样。所以你听道理的时候，你要看他讲的有没有符合圣经，而不是只看他说：“哎呀，我喜欢听还不喜欢听。”不能这样讲。喜欢听，如果他讲错，你要不要信？不要信，不管他是谁，地下下台的时候，你要问他，你讲这个不对，你要去责备他，哦，要问清楚他。他如果讲的你听不清楚，你可以再问他，不要怕。哦、我们有时候都不敢问啊，那个领会下来有错，你也不敢问他，他觉得不对，你也不敢讲他，你就问啊，看他圣经根据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讲？你要问清楚，才不会被人家骗了、哦、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离开真教会，是因为你跟着某一个人走，你没有跟耶稣、哦、这个差别很大。跟耶稣才是永远的，跟某一个人走，过几天他会死掉，他会老，他会怎样，为什么要跟某一个人？尊敬某一个圣公人，但是不要跟他，因为他对我们接受，不对我们就讲不通，就保持距离就好了，你骂他也没用啊，那就求神去改变他，就这样，很简单哈、哦。那再过来呢，这个不可以苦害使徒哈、哦、同仁。哎，使徒教会里面很多同样都是使徒，同样都是弟兄姐妹，彼此相害，这圣经里面写的很多。为什么假信徒啊在里面去？所以保罗也被假信徒害，使徒也被犹太人害、都是原因在哪里？魔鬼入到人的心里面去，像耶稣被犹大卖了一样的道理啊。这种事有没有？有，各个时代都有，所以你要见怪不怪，不要太在意、哦、但是我们不要去害人家啊。被人害的时候觉得、啊、很苦，那我们怎么样？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这种人你就要帮他保持距离。你讲不通的，只有神去找他。啊，神会不会伸冤？会。时间到了，神的手下来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不，很奇妙了啊。那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哈、哦。再过来呢，啊，我们教会是应验预言的哈、啊，是神的国度，神就是圣灵同在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团体。所以我们很多圣工哈、啊，不要用地上团体的模式做。这一点很重要啊！为什么总会一直挂在那一张？我们教会的是敬拜神的地方，不能俗用。哎，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观念啊！不是光只有这个教堂了，事实上我们整个范围都是在敬拜神的位置啊。所以世俗的东西啊，如果它是一种联谊啊，无伤大雅，那还无所谓啊。但是你要小心
那有一些拿捏的一个尺寸我们要注意一下。再过来呢，我们广传福音到众海岛，到全世界去。你看那一天纽西兰的弟兄姐妹来了，对不对？小弟不是翻了很多以赛亚书里面众海岛，众海岛神的福音要传到众海岛去，全世界去。那个都是有预言的。所以真教的发展为什么先到众海岛，然后东边一直往西边？你看真教现在密度也是众海岛最多，这不是乱来的，跟一般基督教不一样。一般基督教是从罗马西方过来的，我们是从东往西的，是圣灵直接建设，所以不一样啊。这个差别很重要啊，尤其我们是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跟世上的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能用世俗的那个基督教、天主教的那些理论完全放到我们真教会，那是不通的，因为时间点不对，预言讲的也不对，那你不能符合这个的时候，你的思想观念就错了所以不要一直去崇拜那些，你直接从圣经去找出来，你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个真教会就是这么奇妙。所以真正的真教会，来，我们来看我们这里找了几段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看那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他说列王在位的时候要兴起神的国上一次小弟在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列王在位是什么时候，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个世界成为列强争霸。那列强争霸是什么时候开始算你就把那罗马帝国所有的罗马帝国你都拿出来看，有西罗马四七六年灭亡了，东罗马是一四五三年灭亡，那还有一个罗马帝国叫神圣罗马帝国，那是虚有的，那虚的就是也是叫罗马帝国，但是它比较没有权力，但是它还是叫罗马帝国，那个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它是一八零六年灭亡那一年灭亡之后就是拿破仑的时代，他要统治当时的欧洲没有成功，所以欧洲的罗马帝国就分裂，所以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叫做列王在位的时代，所以列强就从欧洲一直分到全世界去抢这个抢那个，哇，大家都是殖民主义，是这样。那要兴起一个神的国在哪里？在东方，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东方，那东方就是中国嘛。所以真教会是1917年才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道理不是乱来的，那个圣灵的带领跟历史的预言它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那一般的基督教会你看那个基督教会天主教分出来是1517年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列王在位的时候列王在位之前，列王那时候都还没出现，所以时间点不对嘛，跟但以理书的预言不符合。那我们真教会是符合，而且又是在东方，又有圣灵印证。这个很奇妙所以我读但以理书启示录为什么敢这样讲，就是这样应验的。所以真教会现在要一直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主耶稣说的也是一样按照预言在走的。所以今天真教会福音是按照预言在走的，不是按照你的计划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旗亭地区神会不会带领更多人来信？会。但是我们的品德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不要你说他们就会来，如果你这里预备的不够，对不起，神不会把人加添给你，这个很现实的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教会一直萎缩没有人，该悔改是谁？长职负责人要好好的检讨，为什么这边的人都不信，是不是我们的行为不够，时间不够，还是怎样？当你有一个检讨的时候，神自然会带人信主，就是这么妙所以我再讲一个小见证给你们听，神自然带人，不要你带以前我去大陆的时候，
有一个，那很早以前是，那莆田，不是那个，漳浦教会，有一个执事来信，他是长老会的，他是怎么来信我们真耶稣教会？他是每天早上很认真读经，不容易耶，天一亮他就开始，还没有天亮他就起来读经耶。有一天他读到《使徒行传》我今天讲《使徒行传》来，我们看那个《使徒经》，他读到这一节。因为以前我去大陆1995年的时候去大陆，他就见证给我听他是怎么信主的。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他这里他说他那一天他读到这一段，好，你看哦，16章13节有没有？16章13节，那十三节呢？他这里讲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他读到这个13节说，当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礼拜六。结果他是礼拜六早上。他早上起来读经，读到这一节，安息日聚会讲道。那我们长老会都是礼拜天，他是大陆的福建的当然长老会不能现在不能挂了，不能挂长老会了，那只可以挂什么堂什么堂，那就停在这边，停在这边。那他怎么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很奇妙呢，因为前一天礼拜五晚上。我们漳浦教会 有一个弟兄负责人的样子，然后做一个梦在梦里面天使出现，你明天去找一个想要明白安息日道理的人，就这样在梦里面天使就跟讲这一句话。早上醒来天还没有亮，赶快找弟兄姐妹，昨天天使跟我讲，我们要去找一个想要明白安息日的道理的人。那其他的弟兄姐妹说在哪里？不知道，没有住址不管了，看看是不是神的意思。那几个人就起床了，就赶快整理。他们一出去到街上，看到有车，就一直祷告主啊，东西南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住址因为是不是这个神真的是。很神就是连住址都不告诉你然后叫你去找了圣灵就会带领，怎么样？他就祷告，哈利路亚用灵言祷告，一睁开公车来了，往南走赶快上车，管他，反正看到车就坐就上车，就往南走然后往南走，就一直祷告，小声祷告，看神感动我们哪里下车，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站下车就走，就一个人就走，看到有一个站旁边一个家有灯光，还有灯光，因为那时候有点暗还有灯光，看到他们家的那个窗户上面写神爱世人，哇，心里感动，感动司机我们来下车了下车就这样下车呢，看到神爱世人里面还有灯光，就走过去了走过去，然后就跟叩叩叩有人在吗？有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是谁我们是真耶稣教什么真耶稣教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找我？我也不认识你。没有啦，昨天天使跟我讲要找一个安息日，想要知道安息日道理的人请问你是不是想要知道？对呀，我就是读到这个安息日这一段我不懂就是使徒行传这一段这样对了，那个通关密语通了就在那边开始谈安息日的道理，奇妙不奇妙？他就这样来慕道，到漳浦教会，后来受洗了，当负责人，后来立执事，后来我们去莆田教会的时候。他会讲莆田话，他是莆田的人，他到那边去，所以他就带我们到莆田的真耶稣教会去访问。
做很多圣功。你看哦，一个人是主耶稣这样带，好像天使去带，就这样来了，知道吗？好像使徒行传有没有？彼得那个百夫长有没有？有没有情况很像？哎，你说人家怎么信？就是这样信嘛，也没有发传单，也没有什么，那就是这样信。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使徒行传就是天使行传，也是圣灵行传，也是主耶稣亲自动工。那彼得啦、保罗，他只是做神要给他做的事而已啦。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真教会的天使同在、圣灵同在、主耶稣同在，那圣经有印证，这个才是真的。不符合这几个条件都不算。所以我们这里啊，没有谁最伟大，是吧？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伟大，台湾有一句话叫做伟大不掉，知道吧？不掉变成累赘，不对。任何人在神的面前做完一切的功，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啊。当然大家都仆人的时候，主耶稣最大，互相服侍，那你圣功就不一样。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多读使徒行传，不要光只是在表面上今天看那些表面，你要看里面的，为什么神要跟他们同在？因为他们同心合意，兴旺圣功，所以今天，我也是讲这个给大家了解，真正的真教会就是你自己，不要一直去看别人，你自己改善好了，神自然跟你同在，神迹也会跟着你，跟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真的人的时候，这个教会自然兴旺。你还没有真的赶快悔改，该脏的衣服该洗就要洗，该脱就要脱，该洗心革面就要洗心革面，不要一直怪别人要怎么做，你自己先做，所以我们互相勉励，愿神祝福大家，那我们一起来